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好，春节特别节目一分钟倒数，姐帮我补补妆。嗯，好。小江，这是今天节目的主持稿，因为春节快来了嘛，你到时候要记得突出一下春节的氛围。嗯，春节到了，必须的。宁姐，直播链接安排好了吗？安排了，已经有10000多个观众在等着了。好，你真棒。欢迎。哎，在不的记得来找我拿新春贺卡。好呀，是从哪里发来的？是香港福建社团联会寄来的。嗯，谢谢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。我是东南传媒的主持人婉颖。东南传媒恭祝大家虎年行大运，发大财。